此就是我王。哎，哪儿去？师傅，您怎么在这儿？我一发现你大师傅的东西就追上了，现在还没跟他说上话呢。 哎，您怎么那么快就从桃花岛回来了？是吧？先不跟您说了，我要去找黄老七报仇。不报什么仇？干什么？你跟我说清楚啊！哎，那不你岳父在那儿呢吗？<笑>你别给我打哑谜了，他们怎么打起来了？你快去劝解劝解，不是，快去听你岳父解释一下。 今日咱们要给武侠与谭师弟周师叔报仇，全真派的杂毛，你们一起上吧。魔头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<笑>